欢迎大家收睇《移民留学加拿大信箱》，今日有我 Rainbow 主持，咁我哋更加有呢个特别嘉宾啦，嘉鸿移民总裁陆炳鸿先生。系申请嘅人系咪要喺原居地申请过嚟啊？一还是系可以喺唔同嘅地方申请过嚟嘅呢？基本上移民局希望咧，你都喺原居地申请，因为方便佢对你嘅文件啊、学历啊、工作经验咧，同埋背景调查比较方便啲。但系有啲特殊个案咧，例如配偶申请咧，或者仔女申请咧，就唔一定要喺原居地申请，可以嚟到加拿大之后申请都可以嘅。好啊，唔该晒陆炳鸿先生，今日同我哋解答咁多问题。咁我哋下一集喺移民留学加拿大信箱再会。拜拜。